半岛多个州属昨天晚上开始持续下雨，到今天早上，彭亨多个地区因此爆发了闪电水灾，还有三条河流水位已经超过危险水平。彭亨林民今天清晨5点开始淹水，水位不断的上涨。甘榜古当拉昭今天早上8点的水位达到了0.4米，其余水灾地区还包括双溪、伊萨达和甘榜真德岭。林民河、关丹河以及巴拉河水位在早上8点超过了危险水平，云宾哥拉东河水位也超过警告水平。气象局已经发出持续降雨警报给彭亨各地，其中关丹会有危险级别的持续暴雨，大马鲁、马兰、百乐、北根和云宾会有恶劣持续暴雨，利卑、劳务、俄连突和文东也会下起危险级别的降雨。